能起来吗？我想带你去见个人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见了你就知道了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坚持得住。走。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有些事是天注定的，谁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我的话你不会相信，所以你还是自己进去听吧。这事说来话长，当年我也是在你们洪家待过的，我是你爷爷的贴身丫鬟。那个时候你的叔叔洪廷志偷偷地喜欢上了我，这事儿后来被你娘知道了。你娘告诉了你爷爷，你爷爷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连夜离开了洪家。那天晚上下着暴雨，后来我被运河上跑船的收留了，不久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那这孩子是谁的？你叔叔的。记得那天正好中秋，我在运河的船上生下了他，所以给他取名叫秋水。那这么说，秋水和你是堂兄妹，和你是堂兄妹，和你是堂兄妹。我去拿瓶酒。大少爷，你这伤就别喝了。我让你去你就去。何必当初呢？啊！这不行命，现在该服了吧？该服了吧？嫂子，我哥没事吧？你哥心情不好，你别去打扰他了。